这是你的日常吗？打开手机，忍着不去说微信的小红点，想找一个 app， 滑了几屏，算了，下拉搜索。可我明明已经好好整理过手机桌面了，常用的图标都放在同一屏，工作和娱乐软件要分开，购物软件都放在一个用 emoji 命名的剁手合集里。你那叫整理吗？你根本不懂赛博桌面整理术。尽管我们的手机使用习惯都不同，但这一套收纳思路几乎能一次性解决所有人的痛点，你可要记好了。手机桌面收纳思路：一、断舍离。既然要整理，就先丢掉没有用的 app。例如，你真的不需要5个地图、10个拍照软件，它们的结局一般都是在你手机发出内存警告的时候，率先被你抛弃。就像我们都攒过的那一沓超市购物袋，总会在某一次收拾房间的过程中统一丢掉。而那个存放购物袋的空间，它本来也可以赋予生活更多的想象和自由。但对很多人来说，它的难度有点太高了，那就做个半极简主义者，也能为你节省下不少时间。比如我们对某个 app 的需求只停留在一个特定功能，那为什么不把它单独拿出来呢？直接在桌面就看到你想要的，不用等待开屏广告，也没有看不到尽头的信息流，让你一刷就是一个小时。这就是组件的零级操作逻辑，不用进入 app 就能解决的内容，那就把它放在桌面上。完成了断舍离，你就完成了桌面整理中门槛最高的一步。二、合并同类项。实际上，我们很难在一个类型的 app 中只保留一个软件，特别是视频类、音乐类，每个软件拥有的版权可能都不一样。那就合并同类项。如果你只想听歌，提取出播放器的组件就好，但将一排播放器组合成一个组件，就能一键切换不同的音乐 app， 甚至顺回上一次你在这儿的听歌进度。三、排版美化。排版美化中最底层的逻辑是将这些 app 和功能组件按使用需求排列组合，比如分成工作和娱乐两大类，工作中会用到这些软件，闹钟、备忘录、微信、石墨、WPS， 用一屏解决工作中大多数操作，简单且高效。娱乐板块则可以更加随意，有人喜欢按颜色排版，但如果这个颜色的 app 太少，不妨把图标拉伸一下，让它填满一行，或者直接占据四格，手机系统会自动美化拉伸后的图标，自动适配 logo 的大小，甚至帮你填充图案。以上的思路适合所有人去整理桌面上的 app 和组件，但我们往往还想要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设置一张自己的专属壁纸，或者让壁纸和生活来一点互动。如果它们能像游戏一样解锁新场景，你会愿意为了它站起来多走走吗？华容网格图标、原子音乐组件、行为壁纸，这些来自 OriginOS Ocean 手机系统的功能，既具备实用性，也满足了我们的视觉需求。除了手机系统的帮助， App 开发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奇思妙想。每个人的手机使用习惯不同，对桌面整理的需求也不同。虽然有人觉得桌面再乱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通常情况是在滑动屏幕的过程中，你的注意力被各种弹窗与信息流吸引，本来想打开 B 站看 A1 教程，结果一打开就看了宇宙电台几个小时。而手机桌面整理的过程就是了解自己手机使用习惯的过程，经过筛选和排列组合，我们更清晰地知道每天在用手机做什么，也通过每一屏的桌面设置更有目的地使用手机。在整理收纳的过程中，让我们自己成为手机的主人。